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台，实现我这样的一个系统。走到这儿来是选择职业，还是推广个系统要投资？关键这个台上的豹子都不装，我希望求职者也都是实实在在。我在英国演讲的成绩永远是全校第一名。在你的这种表达和情绪里，总有一种碎碎念的东西。只能叫灵感，不能转为培训。转不转培训呢？啊不，不是我说了算了，是尹总说了算。说老板，本周日21:21精彩呈现。